真的啊，跟他一样。是，请稍后。好。啊，最近在忙什么？最近，拍戏啊。拍戏啊。我常在电视上看到你的表现，我觉得十年来你真的就是让人就是不得不觉得你真的是一个演艺圈的一块料。真的就是戏剧上的表现，我干什么？因为你们的脸光有点不够。走开啊，我们在谈心呢。其实我们认识真的有十年吗？还是不止了？不止了，不止，不止了，差不多是在1988年的时候。有，那这样有十二年，差不多十二年，有。十二年里面呢，看到这个苏有朋的表现啊，包括他最近的新专辑，都让人家觉得他没变。这样是好话还是坏话？每次说的时候就会上菜。这，小姐，我主菜还没有来，你这先上甜点呢。我们这是甜点西餐厅。对，请问你要用哪一个？欸、真的不错哎，看起来真的不错。请问你要用哪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花那么大钱买东西啊，真的吗？对呀、啊，你要哪一个？让他先选。那我吃布丁吧。布丁好。小孩子才是布丁，就跟你说没变嘛，真是。你们的服务很好哎。餐厅的专属服务。哇塞，谢谢。服务这么好啊？好吃吗？好特别的感觉。谢谢，这位先生呢？啊，我就来一个这个不知名蛋糕。这什么东西、啊？纸包蛋糕。纸包蛋糕。对，听起来不错。纸包不住火，纸包蛋糕。请慢用。小姐，谢谢。喂，没有喂我啊？喂，来来，我喂你，我喂你，你喂我，十年没有见了，真的。对呀、啊，其实，在大陆拍戏很辛苦吧？对呀、啊。你这样算什么？在大陆拍戏辛不辛苦吗？拍戏很辛苦的。怎么办？会不会有点想家？后来就习惯了吧。我每次看到娱乐新闻去访问你啊，你的房间永远是那么的乱，你怎么搞的？啊？你带那么多东西去大陆干嘛？其实像我固定会带好几箱嘛，有一箱都是像什么药啊、变压器呀、啊、什么防蚊水呀、啊，有一箱就是固定是杂物，对，另外一箱是像衣服啊，然后通常在那边还要收一些礼物啊或什么。你带衣服干嘛？那拍戏都有衣服，你还带衣服？你爱漂亮。内衣裤还是要带啊，五个多月一圈、啊。内裤就好啦，五个多月要谈赞助。叉烧包。不是，你们这里不是没有主食吗？对，刚刚不是说是蛋糕餐厅吗？啊、这是甜的虾饺，烧麦，甜的虾饺的，这哪一家的、啊？你在搞什么？我们聊得正起劲的时候，你搞不了。真的，哇，哇塞，哇塞，第二笼空的、欸，第二笼是拿来带的。这是国王的虾饺，怎么拿来带？走开啦，不要打扰我们。走开。我飞啊！谢谢啊，谢谢小姐，谢谢。请慢用。来吧，来个叉烧包吧。叉烧包配蛋糕特别有味儿。是吗？不过现在出了专辑哦。唱歌是不是还是你真正最爱的一个工作？唱歌一直很爱，对不对？无时无刻还是喜欢唱歌。多久没有出唱片了？有3-4年了吧。那段时间会不会觉得很苦恼？就是说一直没有机会再出唱片，对不对？其实以前唱片小虎队哦，到你个人专辑。那是一个很光荣的历史啊，对不对？忽然间3年没办法，就是干。玉兰花。你说什么？很香哦。你刚讲什么？对啊，你要讲什么？我听了。请大家倒带，倒带，请倒带。我说你干什么？你又来了，你很烦了。我们正讲到重点，他三年，你先等一下再来，等一下再来。好。三年没有出唱片，其实蛮干，就是说蛮那个的吧。就觉得歌坛都在干什么？对啊，会不会其实蛮不开心的吧？不能说不开心吧，那时候也在忙别的，因为戏剧我觉得一开始也不是很会演嘛，还是要花很多心思在上面进步学习这样子，那也在希望有一天可以回来唱歌。其实苏有朋是一个很多愁善感的男生，我记得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我们经纪人，因为以前我们是同一个经纪人，他就说，哎，我现在看电视看娇娇阿亮他们都很活跃什么的，有一点点感慨，对不对？那时候曾经对30年前那时候各方面状况都不是很好，我们就一直不要理他，看他怎么办。哎，小姐，我要买花。真的、哦、哎，对，买一朵，不然他一直不走很烦。每朵花多少钱？还好了，对、啊、我送你啊。真的吗？我送你，谢谢。200块。我多少？200。不是送我吗？我送他。送他200块。200块。对。
来个500朵。500朵。为什么他不用钱，我要钱？这服务生怎么这样子？这是我们公司的规矩啊。嗯。帅哥就比较、那个。真的有哎，哇塞，你哪弄来的、啊？当然是买的啊。很久没有看到这玩意儿了吧？对，老朋友在不一样啊，老朋友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想到你在大陆。水的。很新鲜，新鲜的呢。对呀、啊，还新鲜的呢。在大陆很少看到这儿吧？没有没有，对不对？不要来挂在车上，现在有开车吗？有。不过前两天我在电视上竟然看到我们以前演的电影《游侠儿》，你记不记得？那连登电影台是啊，都在播，还在重播。对，还在播这个。不过现在你看到这些东西有什么感触吗？我没有看到，就不用回答吗？为什么好像隐约听到什么声音啊？就这家餐厅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服务呢？对啊，请问小姐哥吗？哇，你还会拉小提琴呢、哦！而且是这只手。来一下嘛，来一下，来一下，来一首乐曲嘛。我怎么觉得好像那个？快点！我终于知道那音乐是干嘛的了。要准备一个 CD。对。杀人呐、啊！小提琴杀人呐、啊！小提琴杀人事件。好了，走开了，吵死。